的是鸡尾酒，鸡尾酒，要喝喝看。我们今天现场呢都改成我们的蔬果气泡饮，不过呢我们这个六个不同的口味啊，其实它都有代表了在爱情里面的酸甜苦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市长还有局长一干而尽来帮我们喝喝看这个口味好不好？来哦，到底我们的孟婆汤跟青梅竹马喝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呢？市长，请问你的孟婆汤喝起来是什么感觉？淡淡的，甜甜的，没错。进到嘴巴有点回甘。对，今天我们在现场调的啊是苦瓜加芭乐汁，就是呢，我们还有那个爱情金句啊，月有阴晴圆缺，爱有酸甜苦辣，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六瓶不同的特别饮料当中呢喝到爱情不同的滋味。那亲爱的局长，你喝的这个味道青梅竹马尝起来是怎么样的哦？你说芒果吗？正确答案是蔓越莓。才